给他的时候，他摸的时候他会闪电。那你为什么爱睡觉了？要把这个丢到树丛里面，然后不然踩到它，它的脚就会闪电。你去锵锵锵，看它有没有不同的声音。是有把坏的爸。锵锵锵，有不同的声音吗？好，我们来锵锵锵，敲不同的位置，声音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是什么声音？你是音乐家吗？哆来咪嗦。锵锵锵，机器战士，用干线。来，你来锵锵锵，这个树木有声音吗？是什么声音？没有听到。啊。来锵锵锵，这个是什么声音？哦，怎么是这个声音？怎么是咚咚咚？是打坏